就是这儿了，怎么样，准备好了吗？ 失望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出去，我要休息。肖队，不是说抢救无效吗？我故意让同事对外散假消息，混淆视听，掩护陆光。其实抢救无效的那个是刘民，他凌晨在审讯室里用手铐勒自己脖子，企图自杀。出战一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 再来一次，三、二、一。我从医那么久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。刘敏在短时间内就将自己颈部的环状软骨勒至错位，最后也没能救回来。但那个警察为什么连我都要隐瞒呢？上头叫我保守秘密，那我肯定不能跟嫌疑人说漏嘴吧？哦，敬业。 我在车上还特地问你情况都了解了没？你点点头，我以为他们跟你交代了实情啊！哎呦，陈警官，以后咱聊天能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？这波含蓄话聊，属实误不到。